法国有被搜身恩赐，警犬伺候。我们现在后面是卢罗浮宫。梅乐迪上月底和两位闺蜜同游法国，由于巴黎近期才发生两次恐怖攻击事件，她这回到了当地，明显感觉到以往美丽的浪漫之都氛围已经不同。然后走哪那个包包都要背在前面，我还被网友说你的包包背得很不时尚，你们不懂姐姐的苦，因为走哪都要被要求把包包打开，我要进去喝下午茶我就被拦下来了、警卫还要一直问我很多问题，你进来要干什么，你要去哪里。他现在坐飞机还坚持穿红内衣呢，你就穿了你觉得说哦，好像这个飞机就比较平稳，没有那么多乱流，然后在机场又有狗来搜，就很紧张。娱乐动新闻，平安就好喽。报道。